sama dengan merujuk Sorry, sebentar ya. kerja yang dilakukan secara sementara bagi tujuan mendapatkan pendapatan atau membantu meringankan beban kehidupan keluarga. Selain itu, terdorong untuk hidup mewah merupakan antara pencah pelajar bekerja sambilan. Okay, before 我继续啊，我们抓关键字啊。刚刚你们讲 factor 的话，请问 factor 同义词是什么？看到吗？第三行这边有看到 factor 同义词吗 ？OK， 不用紧，我一个一个问啊。啊，Puncher，very good。OK， 先告诉我，来，学生们告诉我 factor 还有什么同义词？Puncher，S 字头的，sebab，factor Puncher sebab 还有什么关键字 ？A 字头，老师叫你迟到有什么理由？理由叫什么？ 阿拉善 ，OK， 还有一个在这一边那个 factor 是没有的，就是 Kerana。你一看到 Kerana， 你就大概自己知道它是问原因的，这样明白吗？讲的是那个最后一个字什么 K 字头。你一看到 Kerana， 你就可以猜到这个应该是讲的原因，或者是底色。OK， 那如果说好处呢？好处什么都可以，但是它关键的 category 有四个 ，B A D bad bad 啊 ，Batman 的 bad 啊，很坏啊 ，B 是什么？玻璃。 A 是什么？阿干 ，D 是打扮，还有这个 M 是什么？漫步，就是你的关键字。如果你题目是问好处的，通常还会讲玻璃，什么什么什么，阿干什么什么什么，打扮什么什么什么，还有漫步。OK， 这个东西当然了，还有很多啦，就是安达瑞克三百个白干，impact positive。OK， 这种 positive 的东西代表好处。OK， 这样如果你的题目是问关于到方法的话，有什么四个东西？哪四个？ Luck, OK， 我们讲到一下，如果你题目是问方法的话呢，它的关键字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 Luck， 什么叫 Luck？Luck 就是说所有的同义词 ，langka， usaha， cara， 还有这个所谓的 kaedah， 就是我们的方法 ，luck 这样子来背它。这样如果是 kata kunci 呢，那些动词 kata bantu 呢，很简单。 kita mesti 啦，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你就可以大概猜到这个是方法 ，kita 很大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猜到它这个题目是讲这方法，就说有时候它没有这么的，这个叫明显啊，它没有这么的明显写 langka usaha cara kaida， 这样你要怎样看它的比较 hidden 的地方，就是通过这个所谓的 kita mesti 啦 ，OK kita wajar 啦 ，kita perlu 啦 ，something like that，all right， 这样子的字，这样去背。 OK， 怎样去背这东西 ？All right， 那比方说啊，这个怎样去背啊？我们讲了很多次啊，这个有教过了，在以前 M 跟 W 是带打架，有印象吗？然后 M 的话，它有自己的生命值 HP， 然后有听过 HP 吗 ？Health Power 生命值啊 ，OK， 这样子你就背了整个六个关键字 for 你的那个方法的 M 是一的党派，然后。 W 是什么 ？A 的党派，还记得吗？记得吗 ？M E 是什么 ？Musty W A， 瓦加，然后那个所谓的 H E， 恒大 ，Harus， 然后 P， 和路，然后 Batu， 那这样子哦。总之你考试的时候看到这几个生字，你就知道这个是关于的方法。当然还有 Seyogya。 near这些字 ，so you guys 叫做应该 ，all right， something like that 啦，这几个东西 ，OK， 今天有 Coco 吗？今天每个学校不一样哦 ，OK OK， 好，这样我们看下一个点了，那我们看一看这个，那所以这一个题目呢，它的原因是讲哪一个？科就 sambilan 就是我们的 part time， 它是一个所谓的暂时所做的东西 ，bagi tujuan menambahkan pendapatan atau membantu。 meringankan beban kehidupan keluarga， 这么长的东西，请问这个是原因还是后果？好处还是原因？原因，因为上面有写 tujuan， 它的目的，它是原因。 OK， 原因一个了。我们我的答案这边呢，答案纸这边有三个原因跟四个好处。 OK， 我们再看啊，下一个。 Terdorong untuk hidup mewah， 这个是原因还是好处？也是原因，因为它这边写的是 puncher， 所以这边第一个关键字所写的字是 tujuan， 你知道它的原因，要做工的原因，就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
你要知道他的那个所谓的为什么他的原因是 butcher， 就是 为什么做 part time， 是因为他们要有这个很豪华的生活，这两个还欠一个原因 bagi mereka。 OK， bagi mereka， 换人来读，亲爱的就云松吗，读一读这个 bagi mereka， 望读望开始读到去什么色。Bagi mereka, wang tambahan diperlukan untuk memenuhi kehendakan mereka. Biarpun kebanyakan pelajar menjadikan alasan disahkan hidup sebagai alasan mereka melakukan kerja sambilan, masih terdapat segelintir pelajar yang melakukan kerja sambilan hanya kerana mereka ingin mengikut gaya hidup semasa. Very good。 那今天这个东西，刚刚我所讲的东西跟今天的东西是很像样的，就是如果你题目是问那个所谓的原因的话，你的关键字有什么？一就是 butcher， 二就是那个 spark， 但是这边没有 spark 吗？还有 butcher， 然后但是他给你一个 tujuan 什么？就是你的那个目的，目的也算是原因吗？而很巧的，今天这个很好，因为他给完你所有的 pattern， 有爬了山。还有给你了这个所谓的可能的，总之你看到这几个字，它的关键字，你知道今天这几个东西，它都是讲的关于到那个原因，所以是全部是讲什么？好处暂时没有，好处暂时没有，爸爸。所以我讲过一次啊，这个所谓的重点已经有了，主角是目的，为了做一个东西的原因哦。不确是原因，阿拉善是理由，还有这个可能的，还有一个什么？底色方看还记得吗？因为这个是全部原因，所以今天原来是有四个原因为什么要做工。第一个就是 the sakan hidup， 所以第一个是上面长的，第二个是 the dorong， 第三个是 the sakan hidup， 第四个是 mereka ingin mengikut gaya hidup semasa， 所以这边有四个重点 for 原因的，还没有讲到好处。OK， 然后全部人帮我注明一下 tujuan， 挂红起来 punca。阿拉萨特兰的今天这个很容易看，因为他已经给了你很明显的这个题目是讲这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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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那个重点要写多少个？两个，说明整个鲁布萨写多少个？八个。 OK， 八个就好，八个。这边有多少个？四个。可是你可不可以在文章里面写完东西？OK， 你要至少写满那个诗歌里面的重点，爸爸要写满那个诗歌里面的重点。来，所以我们再看第二段，我们看可能是有讲好处啊。OK， 刚刚我讲好处的话，关键是什么 ？Bad， 还有 M。OK，Bad 什么 ？Volley，A 什么？如果你的题目是问好处的话，啊，学生们，如果你题目是问好处的话。我嘞还有什么？阿干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看白板有没有这些字？有吗？有，来一个。漫步 ，alright， 有关键字好吗？有。漫步，阿干哪里？第几行？第几行？一二三，第五行。OK， 阿干。还有吗？还有一个啊，看到吗？看到吗？有没有打板？有没有玻璃？有没有打板？最后有这两段搞定没有？这些是问什么？这些是讲原因吗？不是，爸爸已经写了。这边是讲什么？好处。All right， 所以你看啊，好处的话，第一个漫步，还有关键字，还有阿干，还有阿干，还有打板，还欠一个什么玻璃还没有？该是有的，我们没有看到了，但是不用紧，我们已经找到足够的答案了。All right， so 刚刚粉红色这边，真吧？就是紫色，紫色这边讲不？这讲着那个所谓的目的，啊，讲着这个原因，啊，讲着这个所谓的阿拉善理由，不然的，就是原因，原因，原因，原因。但是蓝色这边是什么？就是它的那个好处，它可以做的东西，它将会做的东西，它将会做的东西，它能够做的东西，这些都是好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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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吗？Alright， 这个有分别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关键字，你就知道上面跟下面讲的东西完全是不一样。如果没有这些关键字，其实他们的意思差不多一样罢了。因为，来，那个改了，所以就不用，我都没有看到，所以就不用，我们就找别的咯。
就算你可能的话，就可以给加那个当做是那个原因咯，你就当做那个是原因咯。所以我没有讲整段都是，他考试不会这样子的，他不会整段都是讲原因，整段就讲后果，可能他会掺在里面的。所以这个就是可能的话，就代表很有可能他们会是那个所谓的那个原因。但是呢，你要小心哦，你可能的前面是什么字？How in the begin 这些是什么？这些是辅来呀，所以辅来可能不要的。OK， 我们不要的。OK， 我们看啊，第一个好处去做那个工的好处是什么？满步什么？进到你讲，满步后面这个字读出来 ，membentuk personality yang menarik 就够了。如果你要长一点的话 ，melalui pergaulan dengan majikan dan sekerja。dan berlangkan 或者是直接讲重点 membentuk personality yang menarik melalui kerja sambilan 讲重点第二个真阳好处什么 lebih matang 然后搞定句号 OK 真阳好处什么第三 lebih 比较什么membahagikan masa 然后就可以了然后最后一个 membakar semangat belajar untuk mencuburi bidang keusahawanan dan kelab 那边也要对这些都是好处过分数八分可以不可以写完里面的东西可以吗不可以你至少要写六个 OK 然后至少一个到两个是在那个十个里面有的 OK 在这边有了 screenshot 起来这个 OK 我 screenshot发现你要看到吗？你看到没有？可以啊，我 screenshot 过去啊。Home four, home four, home, home four。OK。然后这个我们不用看它先。OK， 啊，这个不用看它了，这个不用看它。好来，这个那这边，好来，我们的答案所今天这一个的是那个巴汉杜尔的那个好处，它重点是不要依赖别人，可以自己生活。哎，怎么了？啊？怎么回事？巴汉杜尔，十个是巴汉杜尔。OK， 十个是蛮多，还没有写没？那写在哪里？哦，哦，这是蛮多来的，十个是蛮多。OK， 好了，所、so, 以这个诗歌里面的重点就是不要依赖别人，不要依赖别人，很不感动，把的偶然很大啦，反当。然后你做那个所谓的那个 part time 工的好处就是没有欠人家钱，也不会好好的去得到人家的帮助，可以自立 ，something like that 啦。OK， 不要依赖别人，他的意思说你可以自立。好来，说我们写我们答案啊，讲写第一句，第一句讲写，我们写鲁木山要写四段，然后我们写鲁木山要写四段 ，Yes 什么问题？二选一是哪一个？二选一是什么意思？大声点，大声点。啊？把汉一跟巴汉二的东西要写完的，要写完，所以可是你写完加起来是要八个重点，因为它里面问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你做 part time 工你就不用依赖别人哦，这样的意思，明白吗？所以巴汉二的重点就是不要依赖别人，他讲的重点依然是 part time 工作的 ，OK？ 所以他是要写完，要写完的意思是说你加巴汉一，你可以找七个到六个，六个到七个 point 啊，巴汉二你可以找一个到两个的 point。OK， 所以可以啊，你要写完的，不是说只选一个八万罢了，要八万八度要写。All right， 所以开始讲写，还记得吗？一开始讲写，有一集有印象没有？鲁木山 ，membincangkan， 刚刚你们讲的重点是什么 ？membincangkan 什么？不用放灯当 ，membincangkan 就可以了，不用灯当了。看看你们的重点是什么？可三不弱啊，啊。第三 faktor faktor dan kelebihan 或是 kebaikan 什么 kerja sambilan kelebihan 什么意思
多余啊，多余好处啊，可能比含可接三比烂啊，谁的当中应该是学生罢了吧，他们的题目应该是学生。dalam kalangan pelajar 学生，他不是社会学生，所以这个是第一句。哦，你的轮不上，第一句搞定，搞定了，第一段。今天这个就是第一段了啊。OK， 我们还有另外重点，就是写那个直接写第一个 antara 和antara factor， 可以写四段，可以写三段。三段的意思是说，那个所谓的 factor， 那个 focus one 跟 two join 在一起在第二段。如果你要写四段的话呢，就是 factor 的先写，然后可能 behind 的在后面才写。来，但是如果你要写四段的话，我检查一下啊。如果你要写四段的话，你要先写可能比汉先，你可能比汉比较多，方多比较少，方多四个罢了。OK， 所以如果给我的话，我会写完全部在一个段落里面，我会选三段，看你老师啦。老师有做过轮上吗？有，然后你也是有做过，更快啊，做第一段还是三段还是四段？三段。OK， 这换是有做过吗？三段还是四段？嘿嘿。忘记了，做过一次吧。OK， 这样看你老师，可以三段，可以四段的。OK， 四段的意思是说把按段、把按部给分 ，focus one、focus two 给分开罢了。这样你明白吗 ？Alright， 所以这个 antara factor yes 讲，没有 ，OK， antara factor kerja sambilan ialah， 或者是 termasuk lah， 它的原因是什么啊？刚刚那边第一段那边很多。menambahkan 啊，找个人一人讲一个啊，正阳讲第一个 menambahkan 什么？还是 men 比较长那个 membantu 同一行的 membantu 什么？有吗？来一个 membantu memberikan 看有吗？这两个 OK， 这个就可以了。然后舍来度，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来，金瑶讲第二个原因，看你的文章，你们可以写在那边的那个空白的地方，如果没有 V 的话，后面有白纸吗？后面有哦，写完了。本的多隆印度印度没话 ，OK， 舍来度 ，remaja yang bekerja sambilan。少过120个字啊 ，OK， the dorong untuk hidup mewah， 然后再一个 seterusnya， 啊，那个所谓的那个 terasakan， 那个所谓的那个hidup menyebabkan remaja bekerja sambilan。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德萨干运动，生活上的压迫，弄到学生们要去做哥哥就上不来 part time 工 ，part time 工长大了可以做吗？可以呀、啊，你 full time 可能九点到五点 ，after that 你八点到十点不做 part time 嘛 ？OK， 买一个搞 I am going 买一个东西 ，OK， 看你自己本事了，看你自己勤不勤劳。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是拜六礼拜不用做工了，有些要为了赚钱呢，我们拜六礼拜就去打工。打 part time 的，做茶楼啊，做点心那边卖啊，什么之类的。OK， 有些就是在半个礼拜做生意。OK， 有 full time 工，然后半个礼拜做 shopping 啊 ，part time 都是 part time。因为在现在的社会，尤其是马来西亚 ，OK， 生活是越来越困难了。Alright， 所以大家要好好加油。Alright， 先写下去先，这个第一段跟第二段还没有写完的。OK， 还没有写好处。Yes， anything 这样？还没有写完，还没有写完，就三个点报，还有一个我知道，还有四个原因吗？是，我打算是写三个先，再加那个五个好处。OK， 我换一换，三个原因跟五个好处。
OK， 好啦，我们看下一个。 好处的 kelebihan kerja sambilan pula ialah， 来，进来讲第一个好处， mampu什么？ 第二段那边的， membentuk personality yang menarik。 OK， 好，下一个，进来讲好处第二个。 Seterusnya, selanjutnya remaja-remaja yang bekerja, sambilan jawatan kong akan lebih matang, lebih matang dalam menguruskan diri, atau处理自己. Okay. OK， 还有一二三，这边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还欠三个。 Tidak membagikan masa dan membakar semangat, ada juga sebahan. Kalau saya tahu, saya akan cuci suara sebelah sini, online. Suara sendiri. Kan ada apa? Sebelah sini, kan ada apa? Kan sini, kan ada apa? Oh, sama ini, sebenarnya. Jadi, 但是看到吗？你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Almost， 单班 pula 还有什么？那个所谓的那个 remaja 其实 remaja 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一个 ，OK， akan lebih bijak， OK， menguruskan， sorry， membahagikan masa， OK， 讲到一次。 什么啊？不可以。Akhirnya, okay, mereka dapat membakar kau ni sendiri dah suka lah, dong si semangat. Eh, bukan aq, ada satu lagi, ini adalah yang kedua. Okay, bukan si aq ni, kita si di samping itu, kita masih ada satu. Okay, mereka dapat membakar semangat untuk mencuburi 这个所谓的 bidang keusahawanan， keusahawanan， 他们可以好好的去做 entrepreneur， 讲到一次听好， entrepreneur， 哎， pronounce 给我听一下，企业家，哎，先读一次， entrepreneur， 企业家 E N T R E P R E N U E R， 哎，又要自己找 ，OK， 阿 Q 的，remaja tidak perlu， 或是 dapat， 或是 boleh， hidup berdikari dan tidak perlu bergantung pada orang lain. Tidak perlu lagi bergantung pada orang lain. Ketika kamu merasa suka, maka kamu salah. Ada yang lain? Satu la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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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repreneur，我们就，我们讲我们哎，Malaysia style 是这样啊。You're not supposed to pronounce like that. Sorry, this Malaysian. I do what I want. Okay, 来下去。Okay, kesimpulannya， 你一定要放什么什么 perlu lah，
remaja remaja， 因为你的题目不是什么贝哈，你题目是 remaja remaja， belula， 然后 bijak， 什么 membahagikan， 啊 sorry pelajar yang bekerja bekerja sambilan yang bekerja sambilan perlulah bijak menguruskan masa supaya naga sebagai pelajaran tidak diabaikan. Remaja-remaja yang okay, so intinya kesimpulannya remaja-remaja yang bekerja sambilan perlu bijak menguruskan masa. 好的，聪明的安排你的时间，supaya pelajaran tidak diabaikan. Tadi. Okay.